那来，然后我给你，对，我给你切开一下，看看这是鼻尖后边缘膜。没有感觉，拿手上。拿手上没有感觉，你一切开就知道了。你看看。就这么一中厚边薄，它两个边加起来的厚度就是中间的厚度。这个边能不能再薄一点？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做的。